大家晚上好，我叫张凯红，现在在天津国际大厦健康中心工作。参加今天的比赛，我的确经过了很长的思想斗争。我今年整整33岁，而且对于健身操这个项目来讲呢，谢谢大家，我一切都是从零开始。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从对健美操就是一点都不会跳的基础上呢，能够跳一套完整的健身操，的确也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。人生能有几次搏，而拼搏的过程就是完善自我和提高自我的过程。最后我终于战胜了自我，付出了很多，但是我得到的更多。我经历了这种磨练，经得起了这种考验，今天终于非常骄傲地站在这里，而且进入了前10名。通过这次参赛，我还觉得运动不仅能够使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同时还可以给你一种向上的力量，使你充满自信，对您的事业也有助于您的成功。谢谢大家。请你抽一个题目。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对象是谁？全国人民。重点幼稚是谁？青少年儿童。对不对？回答正确。那么我想观众朋友们这么热烈的掌声，首先是对你的坦诚，其次是对你对健身事业那种十分的热爱。再一次给热烈的掌声这位张海红选手。谢谢。请下一位选手。各位热情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来自北京洪德健身健美中心代表队的易海燕，我的职业是一名教师，现在在北京邮电大学担任健美操的教学工作。在工作中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的学生们对健康的渴望和对美的追求，这些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。那么把他们带入美和健康的殿堂就成了我的使命。每当他们看到他们经过艰苦不断的训练，终于得到了完美的形体、健康的体魄，我就感到高兴，这也使我更加热爱我的事业。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，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，同时我也非常非常的想感谢一些人，他们就是给予我帮助、给予我支持、给予我鼓励的老师和朋友们，是他们才使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许就在台下，也许就在电视机前看我，那么就请听我真心的说一声谢谢。同时我也特别特别想感谢在座的各位观众给予我的掌声和鼓励，谢谢大家。您的问题是，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表现在什么地方？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，表现在全国人民的广泛参与，就是说你们大家都要一起来参加健身运动。谢谢。回答得很好，请下一位选手。各位来宾晚上好，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您一起共度这美好的时光。我叫刘令书，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健美操教师。16年前，我怀着对健康与美的追求，第一次
踏上了那块红地毯，从此便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无论是学习艺术体操，还是现在从事的健美操，我都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，有成功，有失败，有喜悦，也有泪水，但始终没有改变我的初衷，那份对健康与美的追求。我要感谢我从事的体育运动，是它给了我充沛的精力和强健的体魄，是它使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畅所欲言，更是它使我懂得了成功和荣誉的桂冠是用汗水与荆棘编织而成的。我想拥有健康与美丽是每个人的希望的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使健康与美丽早日来到我们的身边。同时我还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愿真诚与善良也永远伴随着我们。谢谢。我刚才听到一位观众朋友在下面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太美了，我想这是指你的人，也指你的刚才那一番自我介绍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在这儿呢，我有一个恳求，就是刚才这位小姐告诉我们她16年前就参加了这个体育运动，让我们为她这16年为体育的付出热烈的鼓掌好吗？这个掌声我想也是预祝着她在今天晚上他的16年的体育生涯会开花结果。请你选一个题目。体育工作应以什么为基础？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。多谢。多。亲爱的朋友晚上好，我是来自广东的彭永春，在广州健力宝健美乐院任经理兼总教练，年龄31。最使我值得骄傲的是，我已有一个2岁3个月的孩子，他非常活泼可爱。谢谢。人们常说千金易得，健康难求，拥有健康而美的体型是每个人都希望的。在我7岁那年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踏进了体操的门槛。88年我又开始从事健身运动，这么多年来的时间证明，它使我变得更加青春，充满活力。只有运动才使我拥有强健的体魄和优美的体型。在这里我衷心的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，尤其是我们妇女界的朋友，从现在做起，从我做起，都来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体育事业，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动。更希望通过这次的大赛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健身运动，唤起更多的朋友投入到这项运动中来，共同获得健康与美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第6到第1名的名次。各位观众，各位朋友，获得本次大赛第6名的是来自广东的彭永春，获得请你上前一步。对，获得第5名的是来自广西的陈明，获得第4名的是来自西藏的张青，获得第3名的是来自陕西的王立军，
获得本次大赛亚军的是来自四川的周静，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北京的刘丽舒。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坚先生以及广州市副市长姚荣斌女士陪同，一起为我们颁奖。向他们颁奖。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，再一次恭喜你们六位。